欢迎来到美食博主，体验住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天。这就是我在多伦多梦想能有一套的小房子好吗？家楼下就能有很多好吃的，中餐西餐应有尽有，地下窗户就能直通地铁，前面走5分钟就是多伦多超全的名品街 Bloor & Young， 逛街一整天都逛不完，这一天的感受完全让我爱上这栋楼好吗？谁懂啊，对于常年住在 Markham 的我来说，这里真的就是天堂好吗？今天的我家是两室两卫一蛋的房子，我家大阳台我真的太爱了好吗，空间超级的大，夏天 barbecue 肯定超级爽。还有就是这个落地窗贯穿着整个屋子，真的住酒店都没有这么爽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小房子，如果以后能在当趟有这么一座自己的小房子也是挺棒的，我好喜欢这里啊，方便然后还好吃的还多。后面就是西烟塔，这边看到吗？看，这里就是西烟塔。好，天哪，这我们家景色非常的好，好到让我觉得我现在就想住在这里，我不想走了。吃一下我从来都没吃过的 Bloom Cave 泡芙，小就是那个日式那种 crunchy 泡芙。哦，他楼下还有 Machi， 然后我还买了个墨西哥 taco。真的，这楼下太多吃的了。没有吃过 Bloom Cave 吗？我经常看 Instagram 他们家泡芙。天哪，嗯，好吃不甜。住在这么好看的房子里，吃上这么好吃的泡芙，嗯，我要吃一个抹茶的。这个抹茶的上面它淋的是那个抹茶的酱，不敢掰，我怕。满满的抹茶奶油，嗯，上面抹茶好苦啊，我第一次吃。这奶油，治愈的奶油有没有？哇，太享受了吧！这是那个 Bloom Cave 的小 crunch 的泡芙，嗯，草莓的好香。外面的是甜甜的，上面撒了点爱心 sugar， 所以这个比这个泡芙要甜。这种泡芙外面有点脆，他们家的这个泡芙是一点都不甜，好好吃啊！我吃个大福，今天我就是来当趟过我的一日梦想中的生活。我看这个奶油超多，嗯，有淡淡的茶味，这个好好吃啊！要不然你们喜欢 Blue Cave 呢？我觉得我吃完我也好喜欢，一会儿要全部打包回家，给我家闺女和儿子带一份。嗯，这大福好好吃啊！哇，这太好吃了吧！我的妈呀，吃了一片狼藉，太好吃！吃了好多甜的，让我们来吃个 taco 吧。他楼下有卖 taco 的，有墨西哥餐，还有西餐，有几家西餐好像也很不错。天，这是什么梦中情房？感谢康可让我来体验我梦想中的一天。哎，我第一次喝 Munchie 的芒果也不错。对啊，楼下就是 Munchie， 就这楼下我刚才溜的那一遍，几乎我想要的全部都有。Aroma， 还有一方。啊，这边还有付小姐。啊，走的也是这个 butter chicken 特别好吃。对面就是 Coco 鸡排、奶酪包。嘿，一份 taco， 三个不同口味的，不要三个不同口味。这里前面还有几家 Google View 超高的店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嗯，他们家这 taco 是软的。太多好吃的了吧，为了吃我都想住在这里。而且这外面超大阳台，
里还有辣酱。我不知道它热热的时候是不是脆的，我吃的时候已经软了，其实我想吃脆的塔可来着。这牛肉也好吃，就是无论西餐中餐你想要的全都有。现在阳光照进来，这味我真的是绝了，我告诉你们。我吃饱了，我准备去楼下运动一下，一会儿。不看到就是这个很方便，什么游泳池啊、运动房啊，就是全部都在一个 building 里，还不用扫雪。好吃，我吃饱了，真的，现在的 view 无敌的棒，你看这个阳光下来，再加上我们家这个景，无敌了。就我每次在家里吃饱了运动，我还要去开到健身房。住在康道里面，就是健身房，就是你家，好吗？太幸福了吧！我们的健身房里面真的应有尽有，皮质的，木格调。这里面还是练瑜伽的地方，好多人在练。有我的楼梯机，一切就都够了。希望我下次有时间再来当趟住一天吧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